下的夏天不一样，他们进入超能力模式，启程未知恋爱，造就不一样的人生轨迹。吴教授的遗体不能进行移植，那些药物的副作用将会改变被移植人的身体机能。被命运选中的男人如何改变不一样的未来？我最近能看到些奇怪的东西，太诡异了。前方高能预警，你即将遇见不一样的美男子。星期天突破想象极限，青春星期天第二季。